看，哇，我怎么这么漂亮啊？哎，浩哥，你刚看我吗？你在干嘛？没有，你刚刚漂亮，我有点吓到。你在干嘛啦？我在准备明天的菜单呢。刚刚在厨房里面拍了很多一些食材的照片。嘿，浩哥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发现这功能超厉害的，你看。一键拍入 2.0，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限动吗？限动不是都有这样动来动去，会动来动去，还有那种可以配音乐的，还有滤镜的。它这个你只要录一次，它有多重选择让你选择，超级方便的。那我们现在来拍，好啊，拍东东嘛。对，好，一二三，呀哈，东东，东东，好，它就会马上。会有很多种哦，所以可以就直接到那个 IG 的功能上面就可以用，对，它就可以直接 po IG， 直接传上去嘛。哦，好棒哦，很方便呢。还有音乐哦，不酷哦，还可以再搭音乐。对，你还有音乐，然后你还有这种，你看这它会帮我们找我们漂亮的角度。而且我觉得啊，这很厉害的是啊，像我们现在在露营，对不对？对。灯光比较昏暗，就拍的比较不清楚。这个夜间人像的那个模式拍照啊，拍的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你帮我拍一张，拍我看看。好，来，我帮你拍，你看哦，一二三，你看多完美。哇，超美，好好看哦。这个Samsung Galaxy S22的 Ultra。我跟你讲，夜间人像拍照模式真的很完美。那你平常很黑也拍得到？那夏天比较黑，夏天我跟你讲，我晚上有时候自拍都拍得到，都看得到你。而且厉害是它前后镜头，我觉得落差没有很大。你刚说你这个型号叫什么 ？Samsung 的 Galaxy S22的 Ultra。怎么这么巧？我也是 Samsung Galaxy 22的 Plus， 而且你看我的是粉红色耶。我这个 Ultra 呢是绿色的，而且你看我这个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。厉害。比方说我们要拍远一点的距离，你看哦，这个百倍变焦，你看拉近，然后右上角这边有出现一个黄色框框，对，你把它点进来之后，哇，它变超清楚的哎，而且哦防守阵，你看有没有超清楚的？你看我把它交出来给你看，看，哇，真的很厉害，超厉害的哎，超清楚的哎。但是你这样拍我会震，不要拍我。我妈是她有多防守震？对，这样不行，那样太陡了。就像我们在营地，有时候去山上或是高山爬山啊，露营的时候，像我自己，像今天没有月亮，我有时候拉开拍月亮，你知道那防守震的功能，防守震只要拍，哇，月亮都很清楚。有时候可能还会看到嫦娥。手机真的很适合你，很适合你。这个手机还有一个功能非常的棒，就是夜间录影。是，我们现在在露营地很黑。我刚刚夜间拍摄照片的时候，夜间录影是录影。对，然后我很适合拍那个 vlog。哦。就是我们可以拍一些，比如说阿威讲冷笑话啊，对，或是你煮菜呀，是是是。然后我做泡芙的时候，对，当当当，当当当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真的。哎，超适合你的，而且你看哦，像我们今天一整天在工作的时候再出来，我觉得手机你几乎不离身，而且你看你现在你的电量用了一整天还是很满，也有电，然后玩手机拍照都有电，满满的电，又可以上传，超高效电池搭配最新的快充，充电的时间还能节省一半，满满的电，我们要怎么样？太棒！今天我把菜单开一开啊，菜单明天的，对啊。你就炒虾子的时候，我们虾子也调味一下，简单就盐巴，就盐巴腌一下下啦。